介绍的是这个核心的真打手杆，这个手杆呢，它有12、15、18、21跟24五种的尺寸，然后呢，它的后塞长这样，前面。我涂装看一下，涂装看一下。涂装在这里，还不错，这个质感。防滑，防滑手把。对，红黑配色。嗯。它可以钓水库啊、岸边啊，或是休闲池啊。嗯。钓浮兽啊、淡水鱼类，都很适合。它可以钓，可以钓人吗？不行啊，不能钓人。哦，不能钓人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弧度。它的弧度。哎，弧度还可以，这种大概4、5、6号杆哦。我为什么会说4、5、6号杆？因为它轮距很大哦。OK， 再来。那可以钓淡水以外啊，其实钓海水如果长度21尺跟18尺还有24尺的话，基本上可以适合钓海水。OK。臭多啊啦，兔达啦，欧北人的啦，都可以。哎呀、啊，因为价小就俗的吼，啊价小了，一日私讯报价。OK。